耍游戏耍到我最想当的什么呢 ？Homeless。现在要去看日出。打算开一晚上的车，我们换着开，大概早上7点钟。刘玉婷在开车。他会换大哥跟小妹儿，快换人了，穿鞋，下车穿鞋，因为我开车不穿鞋。我们现在在服务区。看他臭美。这个路可以 carplay 开镜头啦，对。康定，凌晨2点32到1点，一片漆黑。可是鱼，我感觉我们这看不到日出。是谁凌晨3点钟没有带三脚架在这儿拍星空？把这个手机放在。鱼子西，走吧。看到了。人家大白天我们大喊他，大喊我。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都坐了我姐的车。就晕车了，他开车老是一脚油门一脚油门的，根本就是一整个大晕车。快点拍一拍，嗯，快继续吐。天哪，差点就错过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车上睡觉。再睡就过了。看吧，日出看到了，人也快废了。来都来了，四个字，来都来了。不虚此行，来都。黑文静，黑文静。好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回来北京，白酒已经起锅。已经起锅，真的是已经起锅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喝酒的时候都震惊了。刚刚我们在车上睡着了，因为我们的车是对着那边的，我就感觉我们今天看不了日出了。结果
我就想看一看反光镜，但是我没有戴眼镜，就好像以为没有日出。我把这个日出看成了一个房子，白色的房子，结果我就很激动嘛，就看到日出我就很激动，我就尖叫，然后结果他们根本对日出不感兴趣，我真不知道他们来干嘛。我就对这些很感兴趣，他们说那个是贡嘎，贡嘎吗？很美，太美了。怎么拍嘛？怎么拍？拍不好啊！现在他们在这儿摆在烟着了，摆些。啊，我没带烟儿。给你拍个。晚上。妈妈陪了。别人都是看鱼子戏的日，日照金山日落，夕阳。我看鱼子戏。我操，太好看了！我的妈呀，太好看了！哇，我的手都不想露出来。Say hi, say hi。不想露出来，我任何东西手都不想露出来。看我手，你动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鱼子溪。我一秒钟都不想把我的手露在外面，我要把手揣进兜里。哎，我的包呢？然后那边是蜀山之王贡嘎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啊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还是没白来，一下子就觉得紧张。再睡一会儿就白来了。我一睁开眼睛，哎，一睁开眼睛变一个地方。就很冷，但是很好看，然后就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看我的手冻得红肿，这是谁的手？这是谁的手？啊，我天哪！你再给我看看的，好看不是你。哇，好，你感觉像啥子拍的呀？老弟，待会儿回月乐发挥吗？那个摆点儿不行了，让前车速六十七，就心疼。会不会一把窗子开开看你？啊，等下撞你。就毛牛肉，吃毛牛肉了，家人们。我跟你说嘞，我今天深色衣服给我的帽子搭的。这里好好看。嗯、这我买乳酸奶。这边微信。好的，马上我就发。这是自己发酵的。嗯，OK 了，哎，谢谢，不用谢，谢什么？买啥？这我喜欢的吧？我姐要了杯玫瑰的酸奶。玫瑰要不要多加一点玫瑰呢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嗯。马上啊，马上过来。我刚刚那十块钱可以吧？嗯，没有，他给现钱行吗？可以啊，有啥不可以的？只要不刷脸啥的。玫瑰。呀！这样子吧，啊，我最喜欢吃玫瑰了，是吧？那我给你多加点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来都是一勺的，来，感谢，谢谢。调个去拿啊。好的，马上啊，拍个照。不是在这儿拍。好帅哦！我等你到。买牛肉干儿，别动啊！要半斤这个。好嘞，你刚刚那个原酸的钱给吗？还没有。酸的钱在里。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吹这个酸奶。轻舟已过这多山，真的烦得我很头疼。我啥也不视频说，我就只录声。刚刚被称了那个 ETC， 我的天哪，第一次被称 ETC， 我只在网上看到过，这是我第一次被称一个奔驰。对，你好歹买的奔驰。走了吗？谢谢。真牛，真牛，真牛！第一次被称。
看了吗？是你抱过他一辈子的嘛？他都这么比你年轻。你没有。我是密码。正经的。真的轻盈。明天不就是要去徒步了吗？就先往那边走了。然后我发现我买的裤子我根本穿不上，太小了。我就坐公交来迪卡侬买一条裤子。现在就看到这个帽子，好可怕哎！还这个很多人推荐这个。还这个也很多人推荐，买的一条裤子，我本来想买那个 MH500，但是没有货，好像到处都没有货了，我就买了一条雨裤，而且还是男士的，因为女士的好像什么都没货了，裤子就没有，就买的是男士的一条雨裤，然后买了点吃的。因为明天要去徒步了，所以说今天来把指甲给卸掉。已经有一个月了，已经长这么多了，而且都已经翘了。哇，这样拍好难看。现在已经把指甲卸完了，好短呐、啊，这样看好短。只有四电了，操！啊？只有4%的电了。已经卸完指甲，好短的指甲呀！马上要开始做了，做一个什么款呢？我想进才下班。哇，他那个倒刺天龙线好难死哦！是吗？小啾咪，小啾咪，小啾咪，小啾咪啊！不准咬我！小啾咪，小啾咪，小啾咪。什么？你不捞？万太从玄来哦，别来，纯手工制作，不能。你觉得我这一套衣服怎么好看啊？只有 office 穿 vlog， 没给你机。耶！裤子很好看，裤子很好看。我要脱衣服了，脱单炒饭呢，你干嘛呀你？你看嘛，大家都不裹着，我还会吸水。哇！不要动了动。原来只有这么一点儿热，我就可以把它放满。吸他吗？哈哈哈！颗心在他身上挂着，他们又回报了你什么？吃完饭呢，我们就开始聊天。这我们聊什么吗？聊前男友。看贝贝话好多。好了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那就结束了吧。这期节目就结束了，再见。想太多，其实爱。简单又轻松。